天主教网络平台麦粒将于台北时间4月3日圣周五晚上8时举行一个跨地域的线上苦路，由台北与吉隆坡的教友联合举行的线上苦路。筹备的堂区教友包括来自台北的万大路玫瑰堂、圣方济沙勿略堂、耶稣圣心堂、三重圣母圣心天主堂、高雄的玫瑰圣母圣殿、凤山的耶稣君皇堂、泰山的圣方济沙勿略堂、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圣德勒萨堂、芙蓉圣母网建堂。届时活动会经由网路即时放送，在当地的教友可亲临台北市耶稣圣心堂地下室圣堂与马来西亚吉隆坡芥子园的现场参与，未能到当地的也可以开手机或电脑一起同步祈祷。详情请浏览线上苦路官方网站。你认识耶稣吗？他横跨2000年的爱情，直指现在的你以及你的生活。4月3号晚上8点，来与我们在线上相会，一同朝拜，与耶稣对话。这是一段你我的苦路。